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34面，634面第三行。第四行最后两个字，看起，慧疏曰：“四农工商，唯皆自身故人，以自皆机，皆共皆也，即周济也。”这是说。动身引物，以自解机。四农工商呢，是指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，一生勤奋努力去经营，都是为了生活。让自己的生活富裕，目的都在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尊卑、贫富、少长、男女，这些是泛指芸芸世人之种种类类啊，就是是这个社会一切大众。世人位高者尊，这个尊卑是讲地位，在社会地位。贫富呢，是指的财富，财多这称为贵，财少呢，这称为贫。年长啊，年老则称长，年幼呢称少，种种不同之男男女女。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，苦心积虑，忧念重重，奔波劳碌，无有计时。这是一般社会大众，现在这个现象是普遍在全世界，都为了名闻利养，忧心忡忡。这个地方所说的，形容的很正确。愚痴，这是根。所谓愚痴，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所以一生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普遍的都有苦心积虑，都有忧念忡忡，终身奔波劳碌无有计时，是停不下来。故曰：累念积虑，为心走失。累是积累，念是妄念。他有顾虑，他有烦恼，他有不安，他有患得患失，这些东西扰乱着他度过匆匆忙忙的这个一生。如果有智慧，真正能够明了，说古人他不是迷信。古人常常告诉我们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如果这个富贵是可以争得来的，佛菩萨也会争，圣贤也会争，他争不来。
你争它没有用啊，争不到。这个东西是命里有的时候你就有，命里无时就莫强求啊，强求不到的。人在这个世间，幸福美满与富贵不相干呐、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人活得要幸福，要自在，就心安理得。你就会自在了，明理了。所以古人讲孔颜之乐。孔夫子快乐，颜回快乐。孔夫子没有地位，平民。颜回是个非常贫穷的人。贫贱、贫穷，但是不能说贱。他有高尚的品格。生活，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呐，但是飘逸。夫子都感叹这种贫困的生活，一般人受不了啊。可是颜回一天到晚快快乐乐，没当回事。那么由此可知呢，幸福真的与这个没有太大关系。真正有道的人随遇而安。这个社会才会安定，世界才会和平，它不争呐。为什么不争？他很清楚，命里没有，争什么？命里有的不必争。命里没有的也不需要争。我们如果读过《了凡四训》，对这个事情就完全明白了。了凡先生，明朝时候人，小时候被一个算命先生算他的一生的流年，终身流年。他那个时候15岁呀、父亲过世了，母亲带着他。是他父亲有遗言。希望他去学医。给人治病可以糊口，就是可以养家，能有一点收入。而且都是做好事。能积点德。能成为一代名医，也是光大门楣，是一桩好事情。可是这个算命的先生告诉他，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，你是个做官的人。你命里头有官位。你赶紧去念书。劝他念书。给他算终身的流年。哪一年去参加考试，考多少名？每一年国家给他的俸禄有多少，都给排定了。15岁、25岁、35岁，20多年，年年都跟算的一样，一丝毫都不差。所以他的心就死了，什么也不求了。完全真的，完全是命里排定的。他就拜访云谷禅师，在栖霞山的南京栖霞山，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，不起个念头。
云谷禅师很佩服他，这个一般人做不到，这相当的定功啊。就问他了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他告诉禅师，我没有功夫。那你怎么能三天三夜不起给我念？我的命被人算定了，二十多年来一点都不差，我起妄念有什么用呢？干脆不打妄想了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！啊，原来我以为你是圣人，结果你还是个凡夫。啊，了凡先生听了这个话，很奇怪，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啊，他就告诉他：“凡夫被命运拘束，你超过不了命。”如果是圣贤，命运拘束不了他。啊，跟他讲圣贤之道。啊，晓得，那命可以改吗？当然可以改。命从哪里来的？你自己造的。是你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，决定你这一生当的命运。啊，过去生中没有财布施，你这一生不可能有财富。啊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非法手段夺取来的财富都是你命里有的。你命里没有，你做强盗，你还没强盗的时候被警察抓走了。为什么？命里没有。所以命里有的你才能保得住，命里没有的保不住。那你又何必用非法的手段呢？啊，用非法手段叫造业，果报不好啊！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啊，他决定不用非法手段。啊，于是云谷禅师教他断恶修善。啊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他就真做。啊，这是一发心一真干呢。第二年去考试，孔先生算他是第三名，考中第三名，他考中第一名。啊，马上就相信命运可以改。啊，他命中没有功名，功名就是什么呢？进士举人叫功名，秀才不算。他命中只有秀才，啊，没有举人跟进士的命。啊，他做好事，发愿去求考功名呢，哎，举人也被他考上了，进士也被他考上了。啊，命里头没有儿子，啊，特别做善事，求个儿子。真求到了啊！命里寿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，啊，多活了21年。啊，他没有求寿命，这寿命自然延长。啊，官只做到一个小的县令，四川小县份，结果他做到一个大县的知县，保底。保底是直接归皇上管的，啊，这是大县事、大县份的，啊，就好像现在的特别市一样，啊，所以跟他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，啊，改造命运，那不是不能改造，啊，你要遇到这些高人，真有办法。啊，我从小就相信，啊，相信命运，啊，我们家是贫寒之家了，啊，所以别人不知道啊，我感谢共产党啊，啊，共产党来了，我们家一贫如洗，什么都没有，
没有一分地，也没有钱。啊，父亲是公务员，靠一点工资过生活，不工作就要挨饿。啊，共产党来了好了，还父我是离开了，没有在国内了。啊，我母亲弟弟告诉我，分到地主的地，也分到房子，他们就安居下来了。啊，还送他去念书，啊，居然在复旦大学毕业，还在学校教书。这是在国民党时代我们做不到，那是贫困而死，日子怎么过？啊，我那时候年轻的，又没有学历，又没有关系，你就晓得生活的苦况。啊，在台湾，这幸亏遇到方老师，啊，得到这个高人指点，告诉我这一条光明的大道。啊，学佛。啊，把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他把佛经哲学教给我，给我讲哲学概论。这个单元是最后的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。啊，我非常惊讶。啊，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话，那出家人也说不出来。那从这个时候，我才开始看佛经，越看越有味道。啊，欲罢不能，不能的。啊，没多久遇到张家大师，啊，他老人家知道我。啊，张家他是专搞佛学的，我们方先生是哲学，完全用哲学的眼光来看佛经。啊，就找到一个好老师。啊，这个老师就教我选择出家这个路。我这个行业是张家大师给我选择，我听话，确实年轻老实听话。啊，而且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所以他第一本教我看的书是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唐朝人写的。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，在大藏经里头。啊，读了之后才真的明白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学佛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就不会走错路。你要不认识他，你怎么学的？我听听有道理啊。啊，从这入门呐。啊，读了之后才恍然大悟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原来释迦牟尼佛是搞教育的，佛教是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关。啊，佛教承认有神，不崇拜神。啊，神是什么？得一类众生。像我们国家承认别人国家，啊，那他不是我的国家。啊，所以神也是众生的一类。啊，有比我们高的，福报比我们大的，有比我们低的，啊，跟我们是平等的。啊，那么佛主张自己谦虚，对人恭敬，对人恭敬，对鬼神也恭敬。啊，但是不能学他。啊，见人要有礼貌，坏人也要有礼貌。啊，不学他就好了。这很有道理啊。啊，佛教里面有学术，
这大学问呐！确实不但是方先生讲的最高的哲学，有最高的那科学。最近这30年来，这世界上许多物理学家有新的发现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宇宙的起源，生命从哪里来的？这些大问题，新发现这个佛经上讲的一样啊。宇宙不是大爆炸来的，大爆炸这个理论怀疑的人很多。现在终于得到证明了。还是跟佛说的一样，这个佛说宇宙从哪来的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从意念来的。所以现在有不少新的这些书都讲意念。科学讲宇宙之间三种现象。这基本东西，万事万物都是它演变出来的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样东西，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能量。是阿赖耶的业相，就是自证分，还有一个正自证分。科学家、哲学家都还没讲到，那是那智慧从哪来的？正自证分是讲智慧。所以方老师讲，这最高的哲学没讲错啊。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身体健康的问题自然解决了。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灾难，可以化解，不是不能化解。你要知道为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。了解之后了，你就知道怎样应对，它自然就没有了。这个东西科学不能解决，为什么呢？科学是太偏重在物质上了。它把宇宙它不只是一个物质啊，它有精神现象，也有自然现象啊。你全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物质从哪来。精神现象从哪来的？自然现象从哪来的？就找追根究底去找啊！现在只晓得物质现象知道了，精神现象还不知道。科学报告只说无中生有。无中生有，我们学大乘经教的人懂得。但是中国传统。学术跟大乘佛法不是说无中生有，无怎么会生有？但是能生有的那个东西确实是无，他那个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他无里头有，有为什么说他无呢？因为你看不见他，你听不到他，你摸不着他，连你想都想不到他，那只好用个无吧，用个空吧做代表。所以它空不叫万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有。它能生万法，所以这就讲本性。中国人讲本性本善呢，本性是本体，哲学讲的本体。佛法里面讲的本性呢，
啊，自性啊，法性啊，都说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东西什么？它不是自然现象，也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科学跟哲学就没法子。科学哲学一定有现象，它是它研究的对象，自己它没有对象，但是它真有，啊，它存在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啊，妙极了，啊，问题不是不能解决，啊，我们也是应对目前这些灾难，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，啊，这几句话，这都是出自于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。嗯，现在这一章印出来，这印得不错，啊，印得很好，啊，印得很好，啊，第一个是业，杀盗淫妄酒是一切恶业，即所有灾难本身的疾病，啊，这个山河大地的灾病，它是病态呀，啊，是恶业，恶业所感。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，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，脏腑失调、天地变异是一切病的果，疾苦、短命、自然灾祸是一切病的报，啊，因缘果报啊。后面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，只要把仁义礼智信找回来，这问题全解决了。古大德这么说的，佛菩萨这么说的，现代科学家发现他也是这么说的。啊，这些人没有碰过面的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人，孔夫子2500多年前的人。啊，现代科学家最新的发现不过30年，啊，他们的看法说法完全一致啊！啊，所以人决定要相信命运，啊，相信命运，你一生过得很幸福。为什么呢？不去钻研。啊，我从小的时候，很多人给我算命，我母亲也提心吊胆。然后家里好像是遗传一样，祖父45岁过世的，我有一个伯父也是45岁过世的。啊，我的父亲45岁过世的，所以人家算我的命。过不了45岁，啊，我也没有想多活，我没有想过我的命运，但是我就是记住，只有45岁寿命，啊，那刚好26岁遇到佛法，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虽然是。10几年之后才相信，啊，大概到40岁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相信极乐世界。啊，45岁那年生病，我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念了1个月，身体恢复好了。啊，又休息了1个月，就开始再讲经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。啊，第二年我遇到甘珠和佛，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大我大概有15、16岁。啊，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你本来，你的命里很苦，你没有财富，
啊，你命里的财库空空，你命很短，啊，过不了45岁。啊，他说你这些年，那个时候我讲经教学12年，讲教学12年没中断。他这个功德很大，你的命全转过来了。啊，不但将来你有源源不断的财富，而且你寿命很长。这我都没去到过。啊，可是甘珠第2年他就走了。啊，这是个藏传的喇嘛，很有修养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晓得了。啊，老师替我选择这个行业，好啊，真正叫积功累德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，我们明白，他一生是教学。职业老师，那我们从他一生事迹上就看，他是什么身份？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他是这个身份。他搞教育的，啊，他真干，啊，他的这个身份可以说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一生教学不收学费，那为什么说多元化？它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，只要你肯跟他学，他就认真教你。啊，所以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古印度的这些宗教徒，啊，宗教的传教师，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宗教，啊，你信宗教没关系，你信你的宗教，他也很尊重你，啊，你到他那学什么？学智慧，学道德，他跟你讲这些，啊，告诉你真正的知识。啊，所以你真正懂得学佛的人，他心是静的，心是定的。啊，财富有没有？有。他懂得生财之道。没有见性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透不出来，那就要靠修。啊，修怎么修呢？才从哪呢？才从布施来的。越施越多。那这真的。老师告诉我的一点都没错。60年前他教我布施，我很困难了。我跟老师讲，我现在生活非常困难，勉强能够度日，哪有钱去做布施啊？他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一毛钱行，有，一毛钱可以。一块钱没有？一块钱行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。啊，你也常常有布施的心，有布施这个意念，这个不能断。这是什么？它帮助我弥补过去生中没修。啊，所以这一生当中贫困呐，弘法利生需要财富啊。啊，我这一生真的一教奉行呐。啊，那个时候布施，我非常谨慎。啊，修什么布施？寺庙里都有印经的，你看印经后头有功德名单，大家凑钱，不管多少，啊，写个1块2块不少。啊，我就是这样参加，啊，有人拿东西了，我就，啊，口袋有一点就给他。啊，还有个放生的，啊，放生我要干。因为我知道抗战期间杀业太重，啊，我父亲人心地非常善良，奉公守法，喜欢打猎，啊，
所以抗战期间当中，我们家的生活伙食算不错，天天有野味。啊，我也跟着我父亲打了三年。啊，三年，每一天打子弹至少十发子弹。你说三年练习就神枪手啊，不必瞄准了，百发百中啊。啊，有这种技术啊。啊，我父亲是军人，管军械的，所以这就方便了。他管武器，管弹药，那子弹一箱一箱往家里来了，啊，把弹头去掉，啊，装上铁砂，就打猎。啊，搞了三年，学佛之后才知道这个业可造重了。啊，所以放生，啊，我就把它列入我。能做好事的三桩事情，一个印经，一个放生，一个布施医药。啊，就是医院，我总捐一些钱给医院，作为医药费。有些贫穷人看病，买不起药的时候，就拿这个帮助他。啊，这个60年没间断。啊，现在我在澳洲，每一年2个医院，啊，澳币24万，一个月2万，啊，24万做这个布施，啊，所以我一生不生病啊，为什么医药费都布施掉了，啊，不可以搞保险，不可以留医药费，留医药费说你一定要生病。你不生病的钱怎么用呢？哈，我生病的钱却用光了。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懂得，我不希望有病苦，我把医药费减掉，没有医药费。啊，所以一生做好事就做这三桩。啊，在教育里头可以说用的最多。啊，我赠送的奖学金数目也很可观。啊，帮助一些年轻人家境清寒，考上大学了都不写书。啊，大学4年的这个学费、生活费我都给了。啊，这个最经济的、生活程度最低的是印尼。啊，印尼过去几年，这个两三年没有了。啊，以前我在澳洲的时候，我在印尼一年送这个奖学金，澳洲钱60万，6个大学，每一个大学10万块钱，照顾多少学生？告诉我700多个学生，啊，便宜啊。如果在澳洲，澳洲一个学生一年要10000块钱，那只能照顾60个人呐、啊。你在这个印尼啊，你看6个学校，一个学校700多人，啊，照顾几千人了，啊，这生活程度低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像这些事情，我们就多做。啊，印诵经书这是大宗，主要都从这去了。啊，钱来的很多，去的也很多。啊，我自己几乎没有用钱的地方。啊，我穿的、吃的都是人家送的，源源不断，送的太多了，都分给大家。啊，所以你懂得。怎么叫修福？啊，正当的手段去修，他自然就得到。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像布施医药，啊，布施病苦叫无为布施，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三种果报，这三种因呢、啊，
你修三种因，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？啊，我这搞了60年了，可以给人做榜样啊！啊，看看我，你就会有信心了。我要不把这些钱这样用掉，要盖大庙，不晓得盖多少个了。啊，不会输给星云法师。星云法师在全世界盖了200-300个庙。啊，我因为我觉得那样做法是把钱埋在土地上去了，都不起作用。啊，应当要帮助苦难的人。啊，我们自己衣食足够了，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，行了。我也有大雄宝殿，我大雄宝殿在那个地方。啊，不必搞得富丽堂皇，花那么多钱，花得冤枉啊！所以，有钱是福报，用钱是智慧。啊，没有智慧，钱都糟蹋掉了。啊，那不是好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念念希求的，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。依照佛教导我们的方法，你肯定得到。啊，中国老祖宗《易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啊，《系辞大传》是孔子说的，积善之家了，必有余庆呢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啊。为什么不积善？为什么不积德？国人如是，家庭也如是，国家也如是。啊，国家要富强，在积德，在行善。啊，你看看中国历史，盛世的时候，你看那些帝王，他不是啊，他不是靠武力侵略，不是的。啊，四周这些小国来进贡，那进贡就是给皇帝送礼物。啊，皇帝回送一定是加倍。啊，大国的风范呢，啊，加倍加几倍给他，所以四边这些小国都服你，都做你的服从，啊，不是用战争的。啊，你的复原越来越扩大，用道德，用施舍，啊，用照顾。啊，老祖宗的智慧，佛菩萨的教诲，它真管用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人叫愚痴，他没有学过，也没有跟他讲过。啊，真正肯学明白了，贪欲之心不能有。啊，但是帮助一切众生的心要有。你越肯帮助，无论是智慧、财富、德行，就越来越扩张。啊，你像这个布施，越施越多，越多就越施，不能够放在那里，放在那里就变成死水。啊，那就错误了。啊，一定要很快把它散掉，叫散财。啊，哪个地方需要的就得要给他。这就正确了。啊，所以用不着苦心积虑，也用不着
忧念重重，更不必要劳碌奔波。你说你的生活多自在啊，你多么幸福，多么美满啊。所以如果你错了，你不懂啊，你像现在一般人这样每一天劳碌奔波啊，一生都空过了啊。故曰累念积虑，为心走失啊。这个一下面有解释，一即四月，累念呢与既往，积虑与未来，就是你想过去想未来。故曰累念积虑，常为欲心所驱使。你的欲望太大了，欲望在支配你，欲望在让你劳碌奔波啊。底下讲嘈杂奔波啊，为心走失啊，心在那里指挥你，这个心是欲望啊。你一生活在世间为什么？为欲望，错了啊。这个欲望是贪呢 啊佛告诉我们，贪的欲望是什么果报呢？恶鬼道，贪心多恶鬼，嗔恚多地狱，愚痴便出生。你就错了，一路就错了啊。三善道都是善业啊，人道中品是善，天道上品是善。你行善积德，你往上升了啊。你要是搞贪嗔痴慢，你往下坠落，错了啊。要想我们生活过得平安，听佛的话，听老祖宗的话，决定不会错底下一即四啊。所以这个注解是记住一即四月，累念于既往啊，积虑于未知，这未知就是未来啊。故曰累念积虑，常为欲心所驱使啊。这个刚才念过了啊。意为思忆过去，这是累念啊，想过去。忧虑于未来，这是积虑。故此心念无有安时啊。因心有所欲，身必随之。例如欲购爱物，则不顾排队拥挤杂乱啊，奔波排队，故曰唯心走失啊。这个现象在超级市场可以看到啊，这是黄念老住的啊。超级市场现在你常常看到的 啊执此执为此欲心而奔走也啊。家乡俗以心财相及不舍来解释累念积虑，以勤求无邻来解释唯心走失啊。该为介于心念之中居士财物，故名累念积虑。天天想这些啊，金钱财物，在想这个东西啊，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什么想这个东西结果啊，他到三恶道去啊。那么学佛的同学也就知道了，你把念头转过来，你天天想阿弥陀佛，你将来就到极乐世界去。如果你天天能够想到这个世界的动乱，众生的苦辛苦，
啊，你常常放在心上，尽心尽力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你往上升，你将来是天道啊，往上面去了。啊，不能往下去啊！啊，不能有怨恨心，怨恨心是地狱道，重的、轻的是罗刹，啊，就变成魔道去了。啊，这个路不是正路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做路，那是人天大道啊！啊，无常。五伦、四维、八德，这是伦常大道。啊，来生的人生在人间享受富贵。如果积的功德大，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就到天上去了。天人的福报超过人间，啊，他就到天上去了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天不究竟。福报虽然大，寿命虽然长，他还是有老死。啊，譬如佛讲忉利天，我们中国讲的玉皇大帝有没有？有，色界第二层天。啊，那个福报，我们要一想，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。他寿命多长啊？啊，天上也是一年360天，但是一天是人间100年，一年是人间3600年，他寿命1000岁。你就想想那个福报，那福报不算大的，上面夜摩天、斗晒天，越往上面福报越大。啊，所以聪明人都喜欢上升天的。啊，但天它不是无量寿啊！啊，天赋享尽了，你造的一切不善，那些又出现了，出现又堕落了。所以天上人间，啊，就像水中深沉一样，一会飘起来，一会沉下去。这六道里这么苦啊！啊，所以佛劝我们离开六道轮回，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去做佛去。啊，佛是什么呢？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，所以佛叫二足尊。啊，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，足是满足了，就圆满了。这两样东西圆满了，啊，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，才称之为佛。菩萨虽然有智慧有福报，没圆满，佛圆满了。啊，所以最简单的解释，学佛就是求智慧跟福报，而智慧跟福报不是从外头求的，是自心里头本有。你只要把障碍去掉，啊，什么东西是障碍？贪嗔痴慢是障碍，怨恨恼怒烦是障碍，啊，杀盗淫妄是严重的障碍，是行为的障碍，啊，贪嗔痴慢是心理的障碍，怨恨恼怒烦是情绪的障碍。你把这个东西统统都放下了，你障碍没有了，你自信里面的智慧福德全显现了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，他不向外求，啊，他向内求，啊，内求是真的，啊，外面求也能得到，是一时的，权宜之计。根本是向内求，
因为想过去，想未来，妄念多，思虑多，所以这个心里不安了。佛在前面告诉我们，学佛的人静、定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定，定是不动啊，然后才有安，才有乐。这个安乐就不是世间人能够相比的。世间人之乐都是刺激，欲望的刺激。感受快乐，付出代价很重。佛法安乐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，不是从外面的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。从自心内里面透出来的，从静定里面出来的。静生智慧，定生安乐，所以叫禅悦。禅是定，里面非常快乐。念老集结古大德的解释，累念积虑，勤求以勤求无领。来解释唯心所所使，盖为集于心念之中，都是财物，故名累念积虑。勤于求得，所以身心不安。你能把它放掉，心就安了。心不安呢，叫唯心所使。使是差使。就是你使用的人，心是主人，这是仆人，心是什么？欲望。食是你的身体，换句话说，你的身心已经变成你欲望的仆人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这一生欲望控制了你，掌握了你，这个很苦啊。景心曰：“为心走失者，如客路住于阳也，一言弄于空花了，皆为爱谁之心，不了变化而持走苦。”这是用比喻来说。下面有解释：阳也，即底下我们通常看到的阳也。这阳也是什么？是雨过天晴，道路上有一种气，我们现在也看得见，我们在这边常常看见。下雨晴天之后，你车走过之后，你看到这个水气，路口渴了，他不知道那是水，他以为那是水。他奔到那里想喝水，走到那里就没有了，像雾一样，永远追不到。这是阳也，叫客路阳也，客愚痴没智慧，以为那是水。沙漠当中出现的幻象，远望的好像是水。客路、客马等求水心切了，去复求隐，为是徒劳。走到边上又在前面，永远找不到。又如有一只病目，这是眼睛害病。眼睛害病，看到虚空当中有很多彩色的东西。我们有过这个经验，曾经害过眼病。有过这个经验，空中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好眼睛看到没有啊？坏眼睛看到，眼睛看到，我说空中又有像有花一样，
啊，你想把这个花摘下来，不知本自无花。啊，故人唯心走失，这误会。啊，不知道那是假的，是空的。啊，走失者，走失这两个字就是素颜，奔波劳碌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下面他举了实际的例子，你看，无田有田，这指忧苦万端的这一大段。啊，这前面经文都能看到这大段。皆是累念积虑一句之详细演出。啊，田是田地，这是家者，眷属是家属、亲属。啊，你家里面用的仆人，啊，这都是属于眷属一类的财物、家财、产业。自身之器物，就是你生活必须要用的这些器物。啊，以上呢叫所有之境。你有的什么？有的这些。没有享有，想得到。啊，但是一境得到呢，又怕失掉，叫患得患失啊。啊，所以。有无同有啊，没有贫穷家的人想得到，有的人家富万贯说他就怕丢掉，他通通都在那里操心呢，在忧虑啊，啊，所以生活真苦啊。啊，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，啊，我跟他见面。他小我两岁，看起来比我老很多。那为什么？他有忧虑啊，我没有忧虑啊。啊，那个财富命里有的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也是他的一个，也算非常好的朋友，陈朗。前几年过世了，啊，是个看风水算命的先生，非常高明。啊，我在香港讲经都常常来听我讲经。啊，我跟李嘉诚认识，他介绍的。啊，陈老告诉我，啊，李先生他是潮汕人，30岁到香港做生意。他们偶然机缘碰到他给他看相，啊，给他算命，问他，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产了，你就满足了。啊，他李嘉诚告诉他，我能有3000万，我就满足了。陈老告诉他。你命里财库啊，不是平的，是慢出来的。他说不止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啊，所以李嘉诚一生就不放他，把他看作顾问一样，无论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。命里有嘛，你命里财库是满的，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。命里是因啊，你做这些事情那是缘啊，别人做生意赔本，你做生意赚钱啊，你说我跟他做同样的生意，我就舍本了、啊，命里没有嘛。啊，这人首先要相信命运，你才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。啊，你要去跟命争啊，那你就凄惨了，你错了。啊，任何人争不过命的。
啊，你要改造命运，要听佛的话。啊，了凡先生四训，我学佛那一年就读到，啊，朱金州老居士送这本书给我，我记得，我拿到这本书，这本书分量不多，年轻看书看得快呀，两天就可以把它看完了。我记得我看了30遍，非常感人。啊，看了之后，回去想想。了凡先生的毛病我通通具足，我都有。了凡先生还有些长处我都没有，我比不上人家。啊，想到他能改，我渐渐有了信心，我有个好老师在辅导我，张家大师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，我26岁，他老人家65岁，这我们算是孙子辈的了。啊，老人对我们这年轻人非常爱护。啊，尤其我们很听话。啊，老师听话，他就更喜欢。啊，欢喜叫我，跟我约定，每一个星期去看他。给我2个小时，啊，我跟他3年，一直到他往生，啊，所以我的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啊，以后跟李老师学教的10年才会有成就，没有他3年的基础，不可能成就，啊，所以这个基础啊非常重要。啊，特别是他老人家的身教，啊，这是我一生没有见到第二个人。啊，一看他，他在照片上，这个仪表，他一生行住坐卧就是像这样。啊，真是佛经上所讲的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啊，他行住坐卧都给你看到是他在定中。啊，走路很慢。啊，说话也很慢，动作也很慢。一丝毫那种急躁都没有。啊，这让我们领略到了。智慧的人心是定的，心身也是定的，浮躁没有智慧啊。现在年轻人最麻烦的，心浮气躁啊，所以他学东西就学圣贤东西，学佛法他能不能学到？佛菩萨来教他都学不到，为什么？他定不下来啊，古圣先贤、佛菩萨东西，一定要把心定下来，你才能学到。啊，你才能感受，才能体会。啊，不是他不肯教啊，你自己要具备基本的条件，啊，他才有办法教你。啊，基本条件不具足，教了没用处。别讲了啊！我每天教学讲经没中断，是不是人都会学了？不然，说老实话，跟在我周边的没有一个。为什么我还讲得这么起劲？我知道电视机里的有人，网络频道上有人。10000人当中有一个人就不得了了，我们也白讲啊，啊，真有人呐，啊，
不过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啊，我们还没见过面。啊，我知道肯定有。啊，所以我讲得很起劲啊。啊，我在摄影棚常常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我就面对着摄影机，我讲得很起劲啊。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听。啊，我知道真正有人在学。啊，没有白说，没有白讲啊。啊，我们把底下这个几句念下去。但已有者又具其无，一佛同有。这底下两句话说得好，欲海难填呐，患得患失。故云有无同有。啊，我们要修福，特别是真的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移民呢。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，我们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你要想到这个世间东西一样都带不走。啊，能带的是什么呢？能带的是德行。善功，就是你修善的功德可以带走。啊，你的德行能带得走。别的一样都带不走啊。那你就知道啊。啊，臣现在寿命还在的时候，努力修善啊，这一桩事情重要。哪个地方有缘就帮他做，不要有分别心，不要有执着啊，没有私心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有缘都要帮助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遇到有缘人能听得进去，就要好好劝他。啊，他听不进去没关系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他阿赖耶识已经种了种子下去了。啊，我跟布施见面也跟他谈这些，马哈迪问我他能听得进去吗？我说至少他还没有反对我了。啊，我离开他回到澳洲一个半月之后，他寄一张签名的照片送给我。我说如果他要是我对他说话他感觉到讨厌，他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了。哎，他把照片送给我，还签名，亲自签名。啊，善意，我们态度诚恳真诚啊，纵然与他当前的利害有冲突，他也不会反对。啊，这在佛法讲种种啊，种种子啊。啊，来生后世遇到缘，这个种子会发芽了，哎，他就真的会接受了。啊，所以缘不能错过。啊，遇到这缘要给他下种子。有业少业，似于其等，这个也很苦啊！啊，例如自己有10000元存款，见人有20000元，就想啊，就是更有10000元，啊，要跟他一样。自己有一个电视机，
看到人家有两个，啊，便于更有一个电视机，与之契等。思而未得呢，故以为忧啊。思而能得呢，悠悠不止，因欲无止境，欲望没有止境，故永远有不足之忧。啊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记得我有一次，这个印象很深。在台湾，我出门叫了一个计程车，计程车的司机开车给我诉苦，啊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自己啊，生活不如别人。啊，我问他，我说你一个月赚钱够不够家用？够，还有多的。啊，我说那会看到别人今天有这个新的，明天那个新的，我说那何必呢？我说你想想，我们一件衣服，好好的去保养它，可以穿10年的，10年不要再买衣服啊！你用电冰箱好好保存它，也可以用10年。你不是非常快乐、非常富有吗？你何必跟人去比赛去呢？哎，他想想有道理啊。我说你想通了，你快乐无比啊，你有什么？啊，别去跟人比，跟人比的时候，你一身苦恼，一身忧虑，你活得不快活。啊，你不跟人比的时候，你都快乐。啊，他慢慢他就明白了。不要与人争这些，与人争什么？与人争快乐，我比你快乐，那个快乐跟忧虑啊，大大的不一样。快乐身心健康啊，快乐是忧虑是多愁多病啊，他怎么能跟你比呢？所以放下一切，生活能过得去就是最幸福了。不必要太多，住房子，住个小房子。我一生不愿住大房子，为什么？难收拾啊！你要多少时间就把打扫干净？我一个小房子的时候，几分钟就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，看起来舒舒服服的，有多好！所以人要自己懂得享受，也就是自己懂得享福。知道什么是福啊，你的东西自身的越少越舒服，不需要检点呢，出门就两件衣服拿到就穿上，如果衣服又挑挑这个挑挑的，你看你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多少精神没有那个必要嘛。所以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典范。他一生财物就3亿钵，3戒1个钵，财产就这么多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多自在，什么忧虑都没有。他难道不想就盖个道场，盖个寺庙？他不要。他要想要，只说一句，人家就把他盖好了。不要啊！真正的自在啊！所以日子要回顾。自己有个很小的地方落脚点足够用了。真叫快乐自在。我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要送地送房子给我。我也开头谢绝了。住旅馆都自在。每天有人给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
啊，离开之后绝对不会有忧虑，不去想它。如果你自己有个房子，你是要多麻烦。你离开要不要想到？要不要常常挂念？那不叫自己找麻烦吗？所以有赶快送人，别找麻烦。啊，我一生得自在，这也是得张家老师教的，释迦牟尼佛示范我体会到的。啊，这个世界是旅馆，走到哪里都是旅馆。啊，你就过得非常自在。啊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啊，这些同修都照顾得很好，啊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预备好了，不要操一点心，所以钱对我没用处啊。啊，几十年没有用过钱的，啊，到外面去，我想去买个什么东西，一定有很多人跟到我去。我想要，他们已经付了钱了。啊，所以我的供养就拿去做好事了。啊，那些需要的人，我们真的要帮助他。啊，苦难的人要帮助他。啊，除非我们不知道，知道了一定帮助他。啊，所以，且稍具有，啊，稍稍有一点呢，又想到要怎么样常常把它保存好，恐遭祸变呐，虑其复失啊，就患得患失啊，这个事情自己找的麻烦呐，啊，钱太多了怕贬值啊。啊，你说你要操多少心啊？这全都错了。啊，故云：是小具有啊，又虑又忧非常。啊，非常呢，就是下面所讲的水灾、火灾、盗贼。啊，漂流、劫夺的，这是灾难。啊，那么特别这些年来，啊，灾难多，我知道的很少，因为我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，所有的媒体几十年都断绝了。啊，有人问呢，那这信息你从哪来的？哎，有一些同学看到重大的这些。从网络上下载一点点给我看，我的消息从这来的。啊，最近灾难多了。啊，有个同学很难得，他每个月送一份报告给我。啊，这个月有多少起灾难？没有内容，光是标题。啊，我看到今年他三月份开始给我做的，三月份这一个月有40多起，就每天都有了。啊，五月份的时候呢，多了，大概有60多起。啊，三四五，四月份60多起，到五月份。这三个月总结好像有170多起。啊，七月，就现在这个月，头一个星期就40多起，第二个星期又差不多将近50起，哇，这增加这么多啊，这个月还没完呢。那么看这个月的时候，决定超过100多起。啊，这就说上，这些灾难频率，一个月比一个月多。
而灾难的时候也一次比一次严重。那我们看到这些内容，我没有跟他没有给我，只是标题。网络新闻的标题，大概报纸的标题，他塞到这个给我看。我们的警觉性就提高了，要帮助化解灾难。什么法子帮助最好呢？教学。只有教学把人心唤醒，让人的时候断恶修善，就是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。他去年八月在澳洲悉尼参加一个这个世界科学家的会议，人数不多，在悉尼两天，他也邀请我，我没去，可是我派我们学院的同学八个人代表我去参加，两天的这个会议，第一天讨论的是科学最新的发现，这个我看得很欢喜，跟佛经讲的一样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佛经在20年到30年之后，它不属于佛经宗教，它是属于哲学、科学。真的，方东伟先生讲的话没错。爱因斯坦也说过，宗教里面与科学最接近的是佛教。第二天讨论就是灾难问题，特别是美国那个2012电影引发起来的，他们讨论的题目，应对玛雅2012灾难预言，布莱登讲的好我非常欣赏他的，简单明了。全球的人居民如果能够警觉到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把地球带向最好的美好的走向。这跟大乘经讲的一样，跟我们老祖宗讲的一样，这是用改邪归正来化解灾难。灾难确实是不正不善的这个念头行为引发出来的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依据，那就是佛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心想才能改变它了。它不是从心想生，你心想怎么能改变？佛这一句话讲了几千年，大乘经典普遍都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华严经上讲的，整个宇宙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讲太多了，这个被科学家证实了。所以意念，念头转好了，问题解决。人要有善念，一个恶念没有，身体决定健康，不会有病。意念能改变我们身体。意念能改变环境。日本东京江本博士在琵琶湖做了个实验，他找一个海湾死水不流通，20多年来这个海湾脏乱，味道很难闻，
他找这么个地方，啊，找了350多人，找一个老和尚，90多岁老和尚，啊，领导大家在海湾做祈祷，1个小时，啊，祈祷是太简单了，这一个小时，希望大家把所有的杂念放下，清净心，就想一桩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啊，口里念，心里想，啊，350个人，就这样做了1个小时。到第三天，湖水真干净了，气味没有了，震动了日本媒体，啊，都去采访去报道。啊，江本博士告诉我，6个月之后他又变乱了，气味又难闻了。啊，你看1个小时的祈祷，6个月的干净。我告诉他，你最好每2个月去祈祷一次，那海湾不就干净了吗？所以祈祷有效，但是祈祷治标不治本，这它不能永远干净啊。永远干净要怎么样呢？那是教学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救苦救难呢，他用什么救啊？教学啊！啊，天天在劝导大家了啊，这个能收效，大家听多了觉悟了。念头改正过来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祈祷不是没有效果，有效果。啊，但是根本一定是在教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了49年。啊，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，啊，最初创始人都是教学。啊，不辞辛劳啊！不收学费，无条件的教学。只要你肯学，都是那么认真，啊，恳切的去教导。啊，这一个地区，我们中国古人讲得好，这一个乡里能够有10几20个闲人，就能把这一个地区带好。啊，这个话不是空话，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做到。啊，有这些真正效果出现的。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特别指出，世间人操心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水浒指水火之灾，水灾火灾；盗贼指抢夺，啊，偷窃之祸；啊，冤家指与我结冤之家，啊，是冤亲债主啊，债主指我欠债未还之人。以上种种，皆可以脱身非常之祸，如火能焚烧，啊，水能够淹没，啊，盗能够窃夺，贼能够偷窃，冤家报仇，债主来索欠，甚至于额前之间，啊，就刹那之间呢，你就损失了，不归你所有了。旧日财富荡然无余，啊，这就是经上讲的分飘解脱。
消散磨灭，这些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。啊，意外的这些灾害啊，会所以分为分少，啊，兵火战争，啊，涉火这些神灾难，漂是漂流，洪水、风波这些灾难，戒毒是盗贼，啊，冤家散消，为债主磨灭，这个冤家通通都有因果，因缘果报啊！啊，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家一家人，父母跟子女有缘呐、啊，四种缘，没有这个缘，不到你家来。那这四种什么缘呢？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啊，这种事情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我是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在香港住4个月啊，前面2个月在戒心界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后面2个月在香港南唐道光明讲堂。啊，光明讲堂是寿延老和尚，那个时候老和尚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。以后我在美国纽约遇到他，啊，北方人。啊，香港这是他的产业，他这个佛堂前面挂了一副对联，我印象很深。上联是“夫妻是缘”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下联写的是“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”。无债不来啊，这个我记得很清楚，挂着我在他那住了2个月啊，那一年讲了研究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如果是来报恩的，这个小孩就很乖，孝子贤孙，他很听话，很好养。如果是报怨的了，他来找麻烦，来报仇的。啊，长大之后啊，就叫败家子。啊，会搞得你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啊，那讨债的呢？如果是少的，啊，大概几岁他就死了。他讨完了，啊，你花了那么多钱，花那么久，那少的。如果多的呢，我们也看到。啊，多的时候大学毕业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，哎，去世了。你看花了多少钱啊，讨债的。啊，还债的呢也看到。欠你多的，对你物质生活照顾得很周到，没有孝顺心，没有恭敬心。对你一看啊、哦、还债的。还的欠债欠的少的呢，那对你的生活就很刻薄。换一句话说，把父母当作佣人一样看待。啊，每个月给你能够生活就够了，不给你多一点点。啊，我们都看到啊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没错啊。啊，佛法殊胜。佛学了佛之后是你可以改变，把你这些缘呢、啊，通通改成法缘。大家都学佛，都是佛门弟子，在一块修行，这些缘尽都化掉了。
啊，所以佛法不知不觉当中解决社会许多问题啊！啊，古代这些帝王大臣，他们欢喜替他们解决问题啊！为什么学佛明白了？啊，知道就是纵然是来抱怨、抱怨、抱怨的，是来索债的，一明白这个道理，算了，不提了。他就化解掉了，啊，报恩的，啊，恩上加恩，啊，还钱的要多还一些，啊，他心里舒服啊，啊，世人心坚意固啊，这个坚是坚定的。舍不得啊，至为万古财物有时在心中啊，更憎愤恨，有缘愁苦，亦无现实，故曰无能纵舍。纵舍就是放下，真肯放下，他就得自在了啊。那么学佛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可是还放不下了。有很多人来给我诉苦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有办法，你多听经。啊，一年放不下，再听一年；两年放不下，再听两年。听上个十年八年，哎，自然就放下了。哎，有些人听到二十年、三十年，自己呀、啊、差不多六七十岁了，觉悟了，放下了，来得及啊。一直一放下，身心愉快啊！一定要懂得，我不是饿死的命，我一文没有也饿不死，那到时候自然能吃得饱啊！我不是冻死的命啊，冰天雪地我也能够度过，相信命运。古人对这是坚定信心的，他相信自己啊。现在人没有信心了，啊，对别人都怀疑，你自己拥有的财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啊，怕失掉，这样那又何必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拿这些财富去布施呢？啊，你布施一个香。一乡人感激感恩你，你布施这一个城，一个城市感恩你，那个功德多大啊！那么多人来照顾你，你愁什么啊？我天天每一次上台讲经下台，我都给老师去顶礼膜拜，这个恩德太大了。我要不是遇到他们，我怎么会有今天？不可能的。啊，怎么能过到方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？最高的享受，处处有人照顾。啊，自己一点都不要操心，身上一文都不有。啊，样样都给你照顾到了，这福报啊！啊，因是什么呢？我有钱到处布施。啊，到处送。啊，我第一次到日本，实际上那是第二次。啊，第一次是很早，我跟道安法师去的，去游历日本。那一次去了二十多天，东京以南呢，全部都去玩过，那真是旅游去逛逛的。啊，是台湾一个宗教团，啊，道安老法师领队。啊，我自己去，第一次去。啊，那个时候供养多了，我也能打藏经。啊，我在没去之前，寄了三十套大藏经，送给净土宗的寺庙。啊，先结缘呐。
啊，那当然，其他零零碎碎小的东西很多。啊，所以我一到日本，啊，那天晚上，他们净土宗联合起来举行一个晚宴，欢迎我。啊，好像开席开五桌圆桌，啊，大概40-50个人的样子，圆桌，欢喜啊。散会之后，日本有个朋友告诉我：“哎，净空法师啊，今天这个盛会呀、啊，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啊！”我都讶异，哎，我说这怎么回事情啊？他说：“这些住山长老啊，平时都不往来，今天你到这来了，他们通通来迎接你，稀有难逢啊！”啊、哦，我才明了，他们为什么呢？我真从他大藏经来的，我又不从他大藏经，这怎么会来啊？啊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就记在心里。那一次去的话，我们在日本，这个也是观光旅游10天。我离开的时候，我回请他们，啊，回请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啊，我说我们是净土宗。净土宗是亲兄弟啊！啊，我们一定要和睦相处，啊，要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我说，譬如父母生了这么多孩子，孩子如果不和，每个都对立，你说父母的心多难过？多痛心，叫大不孝啊！啊，一定要和睦，啊，要互助合作，要团结。啊，我就劝他们。那不同的宗派呢，是我们的堂兄弟啊，也要照顾啊。啊，其他不同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，啊，也要相亲相爱。也要互助合作，啊，这是我多这些年来做宗教团结，啊，所以在日本我也访问过不同的宗教，那只有不同的宗教呢，像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啊，伊斯兰教、日本的神道教，那是我们的表兄弟啊，这全是一家人呐，哎，不能看外。啊，所以我回请呢，就是劝导大家，啊，一定要放弃成见。成见是什么呢？还不就厉害？大家真信徒，啊，都是为这个错了，啊，通通是一家人，互通有无。你家有困难，我有多余帮助你；我有困难，他帮，这个好。啊，这个给社会大众树立最好的榜样啊，所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些信息告诉大家啊，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宗教能够和睦团结，有助于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啊，那这就是宗教对社会的贡献啊，所以不能够自赞回答啊，门户成见这个不好，这个要不得啊，希望把成见放下啊，不要有门户之见。啊，你看经教里头，佛菩萨，啊，其他宗教上帝，啊，真主，都是以仁慈博爱去关怀一切众生。啊，没有一个宗教他只度他自己信徒，没有。
都讲要爱众生。要爱人类。我们读了就真干了，读了不干不行啊。所以对于这些财物，我们能够放下。怎么放下呢？就是照顾大家。90年代那个时候，我从97年，韩馆长往生之后，那一年的年底，我就到新加坡去了。1998、1999年，我们就把新加坡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帮助。实在说，每个宗教在财务上都有困难。佛教比较好一点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佛劝我们财布施，所以果报就多。在新加坡每一个宗教我们都照顾。他们多半办的有孤儿院、养老院、医院、学校。我对他们送钱呢，去帮助他了。那个时候一般同学还有意见来找我，法师，我们信徒的钱也是不容易赚来的，供养三宝的，你为什么拿去给他们来找我？我反过来问他，我说我们要不要搞养老院？要啊。要不要照顾孤儿？要啊。那生病的人我要不要去救济他？要啊。我说人家都在做，我们把股东加进去，那不就是我们做的一样吗？他在了解说，他们在做现成的，我们不要操心，我们只加入股东，那你就又有位分。他想，对，应该做，应该做多欢喜。我们尊重他，他尊重我们。我们这个佛教道场有任何活动，请他邀请他们来参加。他有活动我们也去，他邀请我们也去。新加坡的宗教就变成一家人。那个时候总统汪鼎昌，汪鼎昌是中国人，夫妻两个对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很赞叹的。有一天早餐，他就召集新加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九个宗教的这些代表跟总统在一起早餐。总统告诉大家，新加坡我们的宗教联谊会成立50年了，都没团结起来，就是每年在一起吃一餐饭，其他的都没往来。他你看，从外面来了个净空法师，把你们搞得热热闹闹。你们通通真的都合作起来了。你们要向净空法师学习。这是那些长老回来之后告诉我的。我们要有行动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财物。大家共享。所有宗教我们照顾。他们的信徒我们也照顾，我们绝对不改变他的信仰。改变信仰那是不道德的事情。所以南洋这些宗教队伍了解了这么多年来，他们最感动的，我从来没有劝一个人叫他
改变信佛教没有。啊，所以他对我们很放心。啊，知道我们是真心来帮助，真心啊，我们来团结，互助合作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